也种的豌豆儿，这是烤豌豆渣儿。哪个人哟？那个是我，还拿个人包的蛋泡去。这人就那个，这个是干啥的？这个也得分的哈。盐巴。啤酒。还是要用手方便些。还是要筷子。不用筷子，那么方便那么来。人是哪样都离不开料酒哈，什么都离不开料酒。生抽。葱子。生抽葱子。你现在的时候啊，我们屋头那些娃儿都抢老汉儿，抢老汉儿都着了，那个长相有点堪忧哦。你看维尼、维珍，还西西。网上，我说我们那家人那些娃儿都抢老汉儿多一点儿。啊，是抢了不然？你在家是抢的。我晓得，女娃儿抢老汉儿好，妹儿抢妈好些嘛，都反过来嘛。哦，儿都朝妈妈。都说长得长相。长相哪条线的吧？你那个，太有自信了吧？小嘛，他看不到嘛，那个大的，那个女大十八变。那也是，走，弄书桌。开始了。还有，早起梳子那个香不香？是那个茶。嗯，磨虫儿，叔叔打那个吗？嗯，磨下面粉。火磨鸡蛋的。那个菜灶非要两个人操作。嗯，把那泡子也削完了。
但是我那天头洗，洗净的，烧火是关的，烧火是湿的，烧火是熟。那个重任落到你头上了，我姐姐。对，是啊，烧火是关键。一下子把你推到主角的光环高头了哦。我还长了，我好火了。人家说你还长了。哎呀，哎，哪用筷子？用手抓。手抓。我来以身作则。我以身示范。嗯。哎呀，从板凳儿搞得那么大张旗鼓的。他妈的，跟他那个老表开视频。都是哪个货？哎呀，别给我妈哟，那两个人，哎，还掉了三个，都撞了。你两头，我怕你跟到来。简单的幸福，都是我们。